是跑步不受于时间，不受于空间哦。哦，两个好处哦。第一个，身体会越来越好；第二个，朋友会越交越多。暑假的时候能够找我们呼朋唤友，找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继续把我们在这一学期里面所累积的跑步的一个绩效跟成果啊，继续在暑假里面做延展。面对面的沟通见面有它更深入，让我们彼此沟通更好的地方。那我们暑假当中如果我们都没有见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可惜，所以难免有很多同学觉得暑假就觉得比较孤单。运动有很多好处，那见面又有很多好处，所以我们提倡暑假当中呢，希望同学们维持运动的好习惯，这个是让我们的彼此的生活更正向的发展，让我们生活更有趣，暑假会过得很好很愉快。规律运动其实会有效的纾解压力，而且有对情绪有稳定作用。我们发现大概有50%以上的孩子就是心情会变好，每周跑步3天以上，他的情绪稳定占了81%。至于跟谁跑步呢？刚刚小朋友也有举手啊，最喜欢的是同学，其次是朋友，然后家人，无论是家人、同学、朋友、邻居的邀请，这是第一个。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欢有人邀请你一起去跑步，所以你呼朋引伴会跑步更有劲。也许大家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很小，好像没有什么压力要抒发，身体很好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借由这样的运动来抒发你自己的情绪，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将来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你就知道啊，我有这样的管道可以抒发自己的情绪。这样子跟着你的好朋友一起跑步，我们可以在跑步的路上聊很多天，是。那又或者是可以在你觉得你快跑不动的时候，加油，再拼一下，互相激励，再一下就到了。对。然后你就可以激发你的潜能。等到我不行的时候，你也会鼓励我，然后我们就彼此让彼此更好。趁着暑假，不一定只有在家里做功课、吹冷气，跟朋友一起出去运动呢，再回来吹冷气，这样感觉也很好。